三狮陪酒吧啊，来一位年轻漂亮一点的，来一位，要不要？后面已经来了一位美女哈，欢迎你，给您一个特殊的位置，直接站在木板上方，面朝观众朋友即可。现在就站上去，是的，有请。现在大哥们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快速站上水泥板，注意不要摇晃，现在就站上了。好，哎呦，大哥您是真好。OK， 全场所有的朋友，待会儿跟我一起来倒数，当我们数到一的时候，气功大师阿木将会在下面发功，而我们上方的朋友将会感到有一种震动的感觉。上面的朋友如果感觉到震动的，麻烦大师叫出来，把这一个讯息告诉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啊。美女你别往下面看他了啊，偷偷看了他好几眼了，我一直没说，因为我担心他的武功全废了。开个小小的玩笑，来，朋友们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几位的参与，可以下来了哈，注意安全。哟，小心一点点哈，你看还一只鞋呢。谢谢，大哥这么飞快的哈，长这么胖，家里人知道。OK， 哪一位小朋友？好，请欧家。